33歲，最近莫雷拉組織巴西，曾經做過世界新加坡冠軍騎師。2013年10月來港發展，第一季騎師榜第二，之後連續3年榮登香港冠軍騎師，並且一再打破本港騎師單季最佳嘅成績。佢目前排騎師榜榜首，以一場頭馬嘅優勢力壓澳洲嘅判斷。無線電視記者陳仲良報道。日本喺安叻就以局數3-2反勝東道主泰國。 男双嘅日本面对五连败嘅泰国，初段陷入苦战，连输19-25同25-25落后局数0-2。日本有主攻后，黑头外攻贡献全场最高嘅29分，泰球女友转败局嘅关键。加上队友石井啱啱亦都贡献17分，日本赢出25-17、25-19同22-20，反胜局数3-2，今站两胜一负。 另一場白衫嘅土耳其直落3局擊敗南韓，比分係25-19、25-21同25-23，以全勝天下結束安樂站。天氣方面，最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南至東南風，初時高地間中吹烈風。